欢迎继续回到 Street Voice 我来进行睡的现场，今天来了一个很厉害的新人，这个新人在还没有正式发专辑之前大家都已经知道他了，所以他发专辑之后大家应该就更知道他了。我们欢迎高尔轩。耶、yeah, 小猪哥你好，大家好，我是高尔轩。耶、yeah, 我还想说糟糕，我们节目的招牌罐头掌声不见了。不会不会不会，好，高尔轩从其实从专辑发行之前应该就已经上过很多通告了吧。通告吗？还好啦，表演表演一些，表演很多，然后杂志访问很多，一些啦一些啦。哎呦，在客气什么？没有，没有，而且录音此刻 today tonight 啊、嗯，他生日啊，对对对对，现在耶、yeah, 生日快乐，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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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其实因为我是星座外行，今天生日是什么座？双子，双子座，所以双子座充分反映在你的歌里头的这种性格吗？有，我觉得有。你真的有？我觉得有。我觉得有。描述一下双子座的基本性格，就反映在你身上是什么？反映在我身上，我个人呢、情绪很多变，然后都很 heavy、就是。你说起伏很大这一种？对，会起伏很大，就是有时候很开心，然后突然不想讲话。就前一秒你还好好的，对，下一秒你就掉到谷底了。没错。那旁边的人怎么办呢？其实。我身边的朋友都蛮习惯了啊，真的吗？对 对, 對，那马子怎么办呢？他这倒是比较难解决。那目前都怎么解决的？其实就是说我需要一点空间啊，时间，对不对？因为我这种东西就自然会好，那也不是，就不也不是旁边的人造成的。对对对，就是自己心情那个影响，就突然就掉下去了。所以旁边人一看到苗头不对，就自己让开，对 对, 对，给你一点时间跟空间，然后三秒钟之后再回来。对，觉得自己 bounce back， 对对对。哦、oh, ，所以旁边的人都已经很习惯这种，很习惯，非常习惯。可是这个奏声奏降会对你造成困扰吗？我觉得有时候会啦，有时候会觉得我干嘛要现在这样子这么闷啊。对，有时候会，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写歌的灵感啊，是，就是常常我在外面很开心嘛，对，然后回到家空荡的房间，然后杂乱，然后就会开始想要写歌，因为心情就不是很好了，哦，就觉得对，就开始思考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是，对，我觉得创作的动力来源，没错没错，但如果你每天过得都很开心，就写不出歌了，我觉得心情的那个转变。哦，要有转变才能写歌， okay. 对对对，就是你从不快乐到快乐，你就写一些很快乐的歌。OK， 从快乐到悲伤，你就写一些很悲伤的歌。也就是说，如果每天都很快乐，写不出歌；每天都很悲伤，也写不出歌。对，我觉得，一定还是写得出来。可是，我觉得这个转变，这个过程会让你那个感受刺激很多，更深刻。对对对。哦。所以现在每天的生活都是快乐不快乐，快乐不快乐。对，是，听起来好累啊。对，听起来好累，我也觉得。对，然后资料上显示你21岁，但过了生日现在是22岁了。没错没错没错。才22岁耶。谢谢谢谢。好惊人哦，就是这些数字摊开来，其实哇，你才22岁耶。嗯。就是比方说大家应该都可以在到处的那新闻资料上看到排行榜成绩啊等等等。嗯。但这张专辑其实蛮有意思的，这张专辑其实有一个看着你长大的感觉，而且你把你以前那你觉得状况比较不好的被世界背叛的那首歌放在专辑的最后一首。对 ,Oh Me。对。对对对。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是其实这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我没有，这就是一首最能代表我的一首歌。嗯，就总结你前一个阶段时期的心情一样，然后放在最后一首，算是一种检查吗？我其实没有想这么多、欸就是我只是觉得好像不快的东西把它放在后面，就是不要让大家看到。就是现在可能觉得哦，现在看起来好像还发展还不错，但是放一首歌在那边提醒自己一样。对对对，然后也就是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说，就是其实做音乐没有那么容易，就是。但真的会遇到很多事情，但大家看你现在的状况，就觉得好像蛮顺利的啊。但中间当然也经过很多，其实真的经历很多事情，只是平常我们不会说而已。是，对对对，就是大家比较能想象说，21岁到底可以经历多少事情，其实可以很多，真的可以很多。对，就讲出来会讲到就是声泪俱下啊，当年怎么样？比方说朋友的关系啊，唱片公司的关系、啊、合约啊，等等等等等。对对对，会很多杂事，就是其实。嗯，我踏入这个行业，我发现做音乐根本不是只有做音乐这么单纯，当然当然，谈到太多的数字，然后合约 contract 人是，
然后很多心理因素，嗯、然后心理战什么的，就是很不单纯。可是我其实就是想要快快乐乐玩音乐，所以没有。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会？你看到他成名了，然后他过得极度不快乐，嗯、对对对，因为就是我觉得要踏进这个行业的人，心脏都要够大颗，对，一定要的。我现在最近在练我的心脏，对，所以你现在是怎么练心脏？就是起起伏伏，起起伏，把心脏加强一点。对对对，是真的是。然后我会多去看一些可能也酸民都有评论。哦、oh, ，我需要你会刻意去看啊，我需要让自己习惯这件事情。OK， 因为我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还年轻，所以我很 care 别人怎么讲我。没有，在你这个时期，大家都一样。对对对对，所以我需要让自己一直去接受这件事情，就是不管你做了多好，总会有人不喜欢的吧？对，一定会有人想要弄你。对，是对，所以我现在会去看，去看，去看，然后让自己每一次看不会比上一次还愤怒。所以你现在就是故意去看，把自己搞到一个百毒不侵的状态。对，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这样。对，我今天还在处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说什么，我对粉丝不好啊，就是好像、哦、对他说我开窗户跟别人挥手，然后一关窗户就说什么这边粉丝很白痴还是什么的，是是是，就有人在散播这个消息，所以这根本是莫须有的指控。对，对，然后我很气。我真的很气，我直接去密那个人，我说：“请问你说的是哪一间店？”因为他说我在服饰店，这样在台中服饰店，是是是，但我从来不会去台中服饰 店，因为我不逛街的。嗯，然后说：“请问你说是哪一间？是发生在哪里？”对，然后不然你这样回谤我，是我怎么跟我粉丝交代？是，然后他就过很久就回我说什么：“哦，就误会一场，然后是朋友误传什么的。”然后对我就把这个东西发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 yeah. 就是我希望大家知道，就是。其实红了一定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评论，会有很多酸民，可是、我在乎的是，就是我希望大家不要被这种东西影响到，是，因为有些人可能会相信，就是如果真的不太了解我了，是可能会相信，然后可能越来越多人相信，这比例越来越大，可是我没有。对对，我觉得就是音乐人出来啊，那作品接受到各种检验，这是可以讨论的。嗯，好，你觉得这个怎么样做的不好，或者怎么样可以更好？对，这个东西可以讨论。是，但自己没有做的事情，就你就弄出一块东西来，就说啊，这个是他弄的，然后对方就觉得莫名其妙。对，对我直接我就跟那个人说，你如果要批评我作品或是音乐，就直接来吧。对，我很 OK。可是你论到人品的话，是这我没做的事情。而且因为你撒出去了。然后最后巧巧的跟你说啊，不好意思，我弄错了。可是你那个撒出去的东西是收不回来的。对啊，是，真的是，对，我所以我真的还在学习。没有，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所有的艺人都在学习，所有开始有点知名度的人都要学习面对这件事情。是，大家也自己自制一下。对对，好。然后高尔宣的专辑里头，我们刚刚讲了，他把那个他以前的欧米那首歌放在最后一首嘛。没错。然后，但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我有点好奇一件事情。是，好，顺子是你的偶像，对不对？没错。木栅那一区现在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为什么风水这么好？我不知道哎、欸，其实很多人都是木栅的、欸。对，就为什么？就是在你开始把这件事情串联起来之前，我还没有想过。我想说，哦，木栅对啊，就顽童啊，然后我就没有多想。然后你也是木栅的时候，然后歌里头一直出现你的木栅，然后我想等一下，然后就查了一下，就哎，对耶，最近很多木栅，就所有的人，这一批新七八成的人，请问木栅街上现在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走在街上有嘻哈空气这样？有可能，那个空气比较 hip hop 一点。估计比较害怕，很多很 OG 的人都是木栅的人。可是你小时候在，比方说万方高中，对，万方高中，万方高中念的时候，那时候空气中有嘻哈的气味吗？没有啊。所以发生什么事情？是你们诱发了什么事情，还是顽童在那边启蒙了你们？我觉得可能是，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啊，个人是因为我国中我是木栅国中的嘛，然后就我跟我朋友请顽童来学校表演，是，然后我是看到他们，而且那个时候你就敢做这件事，其实蛮帅的。没有，其实我朋友是主要去密的那个人，对，而且他们还真的来了，对对对，我超屌的，我觉得很屌啊，真的很好，我觉得你敢做这件事情很帅，然后他们真的来，真的很也很帅，超酷，然后对啊，他们就在台上，然后意气风发，帅、然后就觉得哇，
我以后如果有机会可以这样的话，是也会很屌哦。Oh, 所以我现在知道了，就木栅那个气氛是因为你们做了这个动作，然后他们也真的来了，所以可能启蒙了一些小小的种子在那时候的年轻人心里。有可能，有可能。对，可是还其实还有很多前辈都是木栅的，是，对，真的很多。木栅真的太特别了，好地方啊。木栅特别在哪里？因为好来，你要讲到木栅黑街，什么是黑街？黑街是你的心里一条黑街，还是木栅在嘻哈人的圈子里头真的有一条黑街在那儿？是没有，它其实黑街就是我写这个，其实就是讲起来比较帅啊。哎，没有，因为我们出没的时间都是。都是晚上，都是很晚，都是半夜，然后可能就吃个宵夜，在路上走来走去聊天这样，所以就是黑街，然后可能空空荡荡的。对，然后要壮大木栅，木栅这样。对对对对，就是想跟顽童一样嘛，就串联起来，然后把荣耀归回故里这样。对对对，这样感觉蛮酷的。有歌迷问过，请问歌中的面店在哪里吗？红面线倒是真的一间店。对对对，红面线在木栅国中校门口出去左转再右转，那间蛮好吃的，很多大肠。对，这样一讲，就生意立刻变特别好。应该如果好的话很不错，我超好吃到大。就是说，我听到那个高晓轩专辑里头，然后那天访问有讲说在那里，应该就这一家吧？对对，红面线只有一家，所以大家都找得到。其实我写这个是我要致敬瘦子，因为瘦子是在之前他一张 mixtape 里面有一首歌叫《红面线》，他就是在写木栅是个好地方，是，然后。他说真的 Hoodstar 就是在木栅很红，就在那个 Hood 很红，是，他说真的 Hoodstar 都吃红面线，对，可是我歌词里面写说我不是 Hoodstar 所以我不吃红面线这样。对，我其实在反讽自己，因为我还没有红嘛。对，那时候是这个想法。所以我真的觉得嘻哈的饶舌歌手特别有趣，是因为他买了很多生活的梗，对，然后这些生活梗就是可以回推到这个人到底住在哪里，然后他跟哪些流派或者哪些偶像致敬，或者是借了梗来转一个弯放在自己的专辑里头。嗯哼，很多东西都是自己不讲，其实没有人会发现，不然就是很认真去看的才，因为你们的梗都埋那么深，是很难挖出来啊。对 对, 对，不好挖。你看你现在要不是我问了，我怎么会知道，对不对？要靠访问。对。所以这个是这位饶舌歌手在你刚刚开始觉得想要做这件事情就学会的技能，还是你觉得好像蛮多人都这样做的？你说饶舌这件事？对啊，饶舌啊，就是你们写饶舌歌词的时候，因为一般流行歌很少埋这种梗。其实也，我们在写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这是在埋什么梗，就是在写自己嘛。是，所以我们也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可是因为听在歌迷心里，就会慢慢说，这里有这歌里头的彩蛋，其实这个东西跟那个谁的歌可以串起来一样。可是好像还没有人发现吧？好，噔噔噔噔，我们今天第一次告诉大家，对，第一个彩蛋找到了，对，找到了。关于专辑里面还有很多彩蛋，我们马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继续回到 Street Voice， 我来静静睡在现场是高尔轩。好，高尔轩这一段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专辑里头，我们意外发现一个彩蛋，对，然后如果你听了今天的节目，算是你捡到，你就在路上就捡到一颗彩蛋，捡了一个蛋，对。好，还有你的专辑那个专辑里面那个 hashtag 应该怎么念？hashtag Ocean Rap。Ocean Rap， 对，其实 OSN 就是念 Ocean， 对，那是我的艺名，是，对对对，可是很多人其实不会念，会念 Ocean 啊，还是 OSN 啊，我就是怕出糗，我就很怕出糗，所以我叫你先念，对，非常正常。可是我想说，好像可能之后应该要常常叫大家念，对，可能免得大家一直念错，对对对对，好，专辑里头除了刚刚讲的那个彩蛋之外，其实我觉得，因为你的专辑跟我觉得跟大部分你同辈或稍微长辈的专辑其实都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你不是一个饶舌歌手加 beatmaker 的组合，是你有一个制作人。对对，而且这个制作人本来是做流行歌跟摇滚乐的。对对，所以你的专辑的歌听起来其实跟你的同辈不太像。蛮不像的。是，对，比较主流，比较 pop 一点。我其实没有想要用这个字，但你很不介意的，你很自在的用这个字。对啊，主流啊，主流很好啊。我也没有觉得主流哪里不好啊。主流很好、啊。对啊。特别是像 Runaway 那首歌，就是它听起来有点点流行摇滚的气味了。就是我一直在想说，你们这一辈到底受 Linkin Park 影响有多大？我其实没有很大、欸。你还好。可是 Linkin Park 很屌。
对，可是他没有影响我很多。你高中时高中生的时候都在听什么？那时候我们有在玩团啊。嗯，那个是那时候玩的是什么团？热音社。嗯，那时候热音社都在吼来吼去，都在唱什么歌？那时候有一个团叫，应该是叫 Bullets of My Valentine。哦，对，我知道那个 Bullet， 对，就是比较 grunge 一点点，比较 modern rock 的一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突然想不起来，一个很屌，然后都是年轻人的一个团。嗯，可是 Avenged Sevenfold 哦，哎，这我不知道，我忘记，我如果念错，没关系，对对 对, 对，那时候高中英文不好，所以热音社里头那时候都在听摇滚乐。对对对，嗯，热音社嘛，热音社好像都在听摇滚乐。而且那个时候的高中热音社是不是比较少嘻哈研究社？不像现在满街都是。对。对，因为那时候顽童还没有把饶舌，我觉得现在饶舌那么普遍，真的有很大的一个功劳是要给顽童，真的是，嗯，他们真的是把饶舌做到最上面。对，就把饶舌带进了金曲奖，然后也带进了小巨蛋。对，对，我觉得真的是，嗯，真的很 respect 他们，然后也是因为他们有那么多人开始喜欢饶舌，嗯，然后我也是真的只是乘着这个浪而已，嗯，对，真的是他们帮我。你好客气哦，乘着这个浪，这真的乘着这个浪，啊，嗯，对对，如果没有他们，不会有现在。所以从热音社转到嘻哈那个点是什么？就是因为顽童。没有，那个顽童那个种子在我国中就种了，对对，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萌芽，一直找不到一个适当的长大的方式。对对对，嗯，我觉得开始萌芽是高三下学期的时候，嗯，因为那时候我爸妈希望我去国外念书，是开开眼界，嗯，然后我说没问题，因为如果有这个机会，我觉得我应该要把握。OK， 蛮酷的，很多人都会稍微紧张一下。我是应该要紧张，因为后面实在是不太快乐。但那我们之后再说。嗯，对，反正我不用考，所以这样我不用考学测，是我考托福。嗯，然后我托福考完之后就很大一段空窗期。嗯，然后老师不让我去学校，为什么？他说我会影响到同学心情，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很开心的人，而且你已经放空了那个时候。对，所以别人看到我会被影响到，嗯，所以我就被关在家里。然后想说奇怪，只有我不想去学校，现在是学校不想让我去，好气啊！那我这个时候到底要干嘛呢？对，然后就开始想说，那不然我把我那个种子挖出来，加一点水。对，所以我就在 YouTube 上面，我就开始打，就是 instrumental rap instrumental， 我就用的土法炼钢的方式，我就找了一个 beat，我开始写，然后就开始用 IG，哦，对，okay ，那时候高中 IG 刚开始没多久，嗯，我就发在 Instagram 上面，然后就 hashtag ocean rap， OK， 因为 IG 很杂乱，是生活的东西，那一定要 hashtag， 对，对，我把 hashtag ocean rap，嗯，然后我希望大家点进去就可以看我所有的作品，是，对，我就这样慢慢做，不会错过之前的，对对对，嗯，这样慢慢做，所以，啊，萌芽是从高三下的时候，哇，对，还好有那一段时间，对，如果你乖乖的去联考，也许我们今天就没有这张专辑了，绝对没有的，绝对没有的，对对对，如果你乖乖联考，那条路会是走到哪里去啊？这个不归路啊，我不知道。你妈妈爸妈那时候有希望你考什么学校，还是你本来有预设你要考哪一种，走哪一条路？我其实一直都没有，我没有很爱念书，但我很会念书，我是一个很懂考试的人。你是要把大家给气死就是？没有，不是，就是我有点小聪明，就是我很会考试，是，yeah ，所以我的成绩都是还不错的。嗯哼，然后我妈又是老师，她理当会觉得我应该要考个好学历，他还骄傲，yeah, yeah, 所以是，对。可是其实那不是我爱做的事情，嗯，所以那时候就在跟我妈妈沟通，就是我希望我以后活的是快乐的，我至少妈妈一定也希望你是快乐的，啊，对对对，是。所以其实就是这一点，所以他让我做音乐，他现在对这些事情都很满意吧？哦，他很 proud， 他非常满意，他很快乐，其实，嗯，对，是，他很为我们感到骄傲，所以我也是非常快乐。就还好那个时候你没有参加联考，准备要考，对，考了托福，然后有一段空窗期，然后把那个种子拿出来好好养大了。对， 对， 对，现在我们才得到这张专辑，市场上才多了一个这样的人叫高尔轩。谢谢。对，谢谢。然后一出道就得了这么多好成绩。可是你跟陶山老师怎么合作？嗯，因为他就跟一般的 beat maker 跟饶舌歌手合作完全不一样了。对，这个对这个故事哈，嗯，这个故事是这样子。
我玩音乐玩了四年多，是，然后我其实一直在找 beatmaker， 但我没有办法，可是我一直告诉自己，总有一天，你要么就自己做好了这样。没有，我有选过这条路，是，然后我有去上做 beat 的课，嗯，然后我发现我不喜欢。Okay, 我坐不住，嗯，我觉得很复杂，因为要一直磨音色啊，干嘛的？对对对 对, 對，然后自己喜欢的，嗯、跟别人的别人不喜欢，所以我觉得，嗯、这条路我走过，我大概走三步我就停了，嗯哼，对。然后其实这四年我一直在想，我要怎么找到一个 beat maker， 可我一直告诉自己说，如果我一直在网络上做音乐、嗯，总有一天你会被一个很强的人看到，嗯，然后到时候你会有，就是会有 beat maker 的 ，Yeah， 嗯。对，可是当然有时候还是会觉得这样一直做下去也不是办法。可是这真的就是、嗯、这就是我们辛苦的一面，我们要一直说服自己只能这样子。是，嗯，对。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嗯、我四月退伍、嗯，我是去年四月退伍的。嗯，然后那时候我当兵的时候是我低潮期。嗯，然后他们应该是所有男生的低潮期吧？对，然后刚好那时候又碰到我的团员解散，呀呀呀，所以那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低潮。嗯，然后我在。当兵的时候，阿寇突然，嗯，阿寇谢贤，嗯，他突然看到我的音乐，嗯，他把它分享在 Instagram 上面， yeah. 他的 Instagram 上面，嗯、然后我粉丝团就多了很多人，嗯，然后我就很谢谢他，然后他说他要帮我定制那种 EMO 耳机啊 ，EMO， 对，然后他带着我去跑校园，嗯，然后跑，算是非常非常够义气了，非常、嗯，真的是非常，因为其实。嗯要带新人跑校园，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嗯、就是如果因为那是赔上自己信誉的事情。你要是表现很差，他就砸了他的锅啦。对, 對、啊，而且其实像通常跑校园，就是你可能宣传期、嗯，或是你要宣传你的新歌或者什么的，是，你只有四首歌、三首歌到四首歌，大家愿意 share 一点时间给你。对, 對、嗯，你要花一首歌时间去给一个。你根本不熟的一个弟弟、嗯，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嗯、你只是也对，就是太够义气。可是他可能就觉得我看准了，我相信他相信他自己的眼光，对，嗯，我看到的是对的，嗯，对，反正我还是觉得真的他很屌，嗯、真的很谢谢他，是，对，然后我们就跑了很多校园，嗯、然后有很夸张的是，嗯、对他。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拿到配学校的配，是，然后我们就想说，哇靠，现在竟然已经有配了，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刚开始，对，又刚开始，嗯、然后之后结果之后发现是阿寇他自己塞他的钱给我们、嗯，然后说是学校给的，然后他其实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知道，天哪，对，然后不是我们知道之后，我们就说哦，我们不要拿，就阿寇没关系，这个就是我们跟着你跑，我们已经是最大的收获，很开心了，对，我们不需要这个，对对、嗯，这个，对吧、啊？然后我们也没有跟他说我们知道，嗯，所以真的太感动。然后、嗯、对，我们这故事结束了，然后之后对，我们开始对，我们有一天在保姆车上面，嗯、阿寇说。我们来做一首歌好吗、嗯、我说当然好啊、嗯、如果有这个机会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对当然好、嗯嗯、然后我们就写了、嗯、我就开始写就在车上做、就是、对对 对, 对、嗯、然后回家也写一写、嗯、然后就我就跟他说写完了、嗯、然后这首歌叫我不是白马王子、嗯、那时候就到北投、嗯、陶山老师、嗯、他们家录因为 Scott 就是陶山是阿寇的音乐制作人是的时候是、嗯对，然后我就这样认识 Scott。对，然后因为我是一个，我四年我做音乐四年，我都在家里录音乐、嗯，然后我超级不习惯在外面录的，那你会有一个很不自在的感觉。然后尤其是旁边是一个很知名的前辈，对，就是金曲奖等级的制作人。对，然后我就觉得完蛋，我等一下会不会录得很糟？对，可是我一录，然后 Scott。就是他一直鼓励我，他说：“哦、嗯、，You did so good。”然后就是说、嗯、你这一轨很好，你要不要录录看一轨，看能不能打败这一轨、啊？他就是用很鼓励的方式录、哦 okay。然后我越录，我放的越开、嗯，然后很快我就录完了。嗯，然后我就觉得哇，跟一个这么专业录音是这种感觉，对，我觉得太棒了。然后 Scott 说他非常喜欢我的声音，嗯，然后他就丢了一首 demo 给我，他自己做的 demo、嗯。他说你可以写写看。我就是他很喜欢我的、哦、就是他的 backing 了，然后你在上面写饶舌词，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我那一天我回家，我很开心，嗯，然后我就听一下那 demo， 我
我就开始写，然后写到半夜吧，3、4点，我寄回去，是，然后隔天我睡到1、2点，我看到我手机很多未接来电，我想说是不是昨天没录好，叫阿寇打来，然后是不是没录好，我就回阿寇说怎么了？如果没录好，我可以赶紧再来一次，对，没有，就老师要签你了，对，阿寇说老师要签你，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就你不但找到了一个 beat maker。但这个 Beatmaker 是金曲奖等级的制作人，并且还把你签下来了。对，是我老板，真是太屌了，真莫名其妙，超酷的。你用莫名其妙来形容这件事情，真的很棒，真的很棒。所以就这样，在那个时候签了之后，然后就开始想说，对，接下来你要有一张完整的专辑了。对，因为我其实在遇到 Scott 之前我去过大大小小蛮多公司的，我相信，对，然后我一直感觉不对，因为不对是因为他们提出了什么要求是你不想要的，也还好，可是就是我会觉得有点有些东西会有点大饼啊，有点画大饼的感觉，哎呀呀呀，然后哎，你很聪明啊，你在这个年纪就听得出人家在给你画大饼了。没有，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很厉害的人，然后他们可能就是没有签到属于他们的公司，然后就是一路上真的只能跌跌撞撞的，只能等，然后对，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很谨慎，因为我知道年轻只有一次，非常非常好，对，然后那时候我跟 Scott 在谈合约的时候，Scott 超好笑，因为他是外国人，是，然后他的中文没有很好，没有非常流利，对，可是他那时候还不知道我其实听得懂英文，所以他就用中文在跟我讲合约的东西，他就说我们没有很多钱。可是我们很会做音乐，我觉得你可以相信我们很会做音乐，虽然我们没有很多钱这样。他讲二十几分钟都在讲这件事，怎么这么可爱？我就觉得你也太 real 了，这好啊，我当然要跟你们做音乐，对，因为他是一个音乐人，是，他是音乐人。平常我们去谈的工作，他们可能是生意人，我觉得音乐人才会懂。真的音乐人想要是什么，而且音乐人最不喜欢人家随便画大饼了。对对，我们说我们未来会怎么样怎么样的，谁知道那会怎么样？对，只要我们其实想就是我们把我们手边音乐弄好就好了，真的。对，然后就签了，然后就诞生了这张专辑，没错。然后就红片现在像算红片了吧？也没有啦，没有啦。就是我觉得这几年台湾的嘻哈迎来一个新世代，然后这些新世代都现在都二十几岁，然后大概都。除了你有专辑，然后陆陆续续大家也都交出了好多单曲了。就是这两年，我真的觉得就是百花齐放。对对对对对。然后木栅帮当然是其中一个。木栅帮，对，这么 gen， 这么 gen 吗？对啊，看起来有一个木栅帮在那里，我觉得看起来很惊吓，就哦，小地位，小地位。对对对对，那其他区域的人应该大家自己准备一下，什么万华帮也要来一下。对，台湾真的太多有厉害的饶舌歌手，是是是，他们对对，而且你的路线跟大家不一样，因为你就是可能因为你本来你自己的声线的关系，跟 Scala 制作，所以帮你辟出了另外一条路。对，就是比较不地下啊。对，就是比方说像你这个年纪的很多人在做 trap。对啊，对，然后你就杀出一个完全反方向的路。对，我直接不 trap， 我不来陷阱那一招。对对对，没有，因为我不是那样的人，所以我唱起来一定很怪。我觉得这很对啊，就是因为你不那样，所以唱起来就不 real。对啊，对啊，对啊，我就是一个感情细腻的小男生，然后我妈是老师，我爸是教授，我总不能唱一些毒品什么很夸张的歌。妈妈会盯着这件事情，引发你学坏吗？不会，不会，不会。他知道你的自制力很好。对对对，他知道我长大了，然后其实长大了就有判断是非对错，是是是，不太走偏。Yeah, OK， 好。高晓旋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歌，就是跟一般的嘻哈的专辑，特别是这个年纪的这个辈分的嘻哈的歌手或他们的作品单曲都不太一样。然后陶山的制作非常有意思。对对，好，接下来要听现场嘛，对不对？现场之前已经表演了一些了嘛，那接下来有个系列的巡回。是，你说我的北中南的演唱会。是的，叫洗耳恭听来着，是吧？对 对, 对, 对，为什么叫洗耳恭听？因为我的演唱会通常都是粉丝在唱。我很喜欢那个感觉，然后他们也很爱唱，他们很喜欢看我很感动的样子，所以我这个演唱会直接叫洗耳恭听，就是你站在上面，然后麦克风递个底下嘛，这样全场唱完，没有全场啊，副歌啊，副歌，有些副歌，我还是会唱一些副歌，然后所以要成为粉丝，第一要把所有的歌的副歌都学会，
漏唱一句你就被 disqualify、不行不行，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么严格，没有这么严格，只要会唱一句就够了。好好，洗耳恭听，北中南就是台北是7月5号，台中是7月13号，高雄是7月20号，然后台北跟台中都在 Legacy， 高雄在 Life Warehouse， 没错，然后都售完了。哎呦，对齁。所以今天现在报告这个事情是讲心酸的嘛，对不对？现在讲就是，哎，如果有买到票，要记得去看哦。没有，如果买到票，你就是很 lucky。如果现在发现，哎呀，没有说他可能今天才认识你，然后今天发现啊，对啊，看起来很好听哎，怎么办？没有要加场的意思吗？这已经加场，不可能想要不能再加吗？我们八月其实会想要休息一下，因为最近真的超累，太多事情了，灵魂快被磨光了，榨干了，所以要让他那个海绵充个电，对，恢复一下弹性这样。对对，然后等我充饱电，等我带我蛮想要近期再发一些新歌，然后哦真的吗？对，因为我其实真的喜欢做的是音乐，我真的很喜欢做音乐给大家听，所以让他休息一个几个礼拜，然后会有新歌交出来。对，然后等那时候我们再做一场新的，然后新的show，更多新的歌。好，但是他真的很爱做，因为他还有参与了另外一个团体嘛。对，叫 Chingy Squad。对 ，Chingy Squad。对对，就看起来是停不下来啊，对不对？对对，真的停不下来，很多歌要做，真的停不下来。所以就是七月这三场跑完，如果你没看到没关系，稍微等他几个礼拜，他马上就有新歌，新歌完了就会有新演出。没错没错。好，他已经在节目上 promise 大家了，这样他就给他一点机会，这样。耶，大家不好意思。好，但是接下来反正就是七月五号、十三、二十三场演唱会，洗耳恭听，高尔宣会在现场等着你。对，我可以再补充一个事情吗？七月一号。我的 Oh Me 的 MV 会上。哇、Oh Me， 他是我亲哥哥拍的，高尔宣。是是是。对对，他拍了我 Why You Gonna Like and Without You。Yeah。然后 Oh Me 这首歌就是对最属于我的一首歌、然后我哥哥花了很多的心血跟时间在想这首歌的剧本，然后那个工程真的浩大。我希望大家会喜欢，因为我自己很期待，我看那个初剪我觉得非常棒。对，七月一号。自己的哥哥怎么样也要非常非常了解你吧。对对对，我觉得真的太酷了。好，七月一号新 MV 上，七月五号、十三、二十有三场演出。没错，那我们就祝你一切顺利喽。谢谢，好，谢谢高尔宣，谢谢。